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云，有时候会觉得云它轻飘飘的，然后又可以变化成各种样子。感觉从病房里往窗外望出去，就很向往，如果不是那一片云的话，会有多么自在。哦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5号，距离学测已经不到100天了。严格来说，距离我上个学测已经又过了2年多。自从我17岁那年，也就是我高二快升高三的那个暑假，我血癌确诊。在那之后，我的人生就好像被冻结在了高三。原本以为骨髓移植后，我的病情会慢慢稳定，但3个月前，白血病又复发了。这次癌细胞侵蚀到我的唾液，医生和我说，若接受 CAR-T 治疗，也许还有机会，只不过非常昂贵，也许有机会纳入健保给付。好像是一片墙壁，但我等得到那一天吗？变暗了。肾功能1.2，我比想象中的好。尿酸6.2，那 CAR-T 已经过了，不过我们算起来的时辰，你可以输的，因为下个月才可以申请嘛，申请过了，我们才能把你收的那个袋子寄去，他在瑞，我们台湾是送瑞士，做完再送回来，大概要4到5个礼拜的时间，所以算起来，你 CAR-T 可以输的时间应该已经到1月去了。所以你要去参加学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可能就约，我记得学测是19、20、21嘛。我确定明年是什么时候？对啦，19、20、21啦，因为我儿子要考，哦所以这是确定的。OK。哦，那我们就约你学测完回来输 CAR-T。哦。啊，但是这中间有一段其实会隔了快2个月、快3个月的时间，所以看你要不要下下礼拜，就10月大概30号那个礼拜进来住院，打所谓上次跟你讲的叫高剂量化疗。黑色的小猫咪，它会滑动了。有人上一次我在公园遇见了一只黑猫。但是今天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身影，他会在哪呢？我还会见到他吗？这就像是我的左眼看出去的世界，有一层灰，白白雾雾的，
怎么看也看不清楚，甚至到几乎看不见的地步。我的病床上是一只蝴蝶，我好像每天都和它四目相接。它是否跟我一样被关在医院，无法自由的飞呢？这是我的妈妈，她为了家里而开了一间小吃店。珊珊，我放这里哦。珊珊，我要想一下中午给他东西什么东西吃。海鱼是一定的啦，排骨汤好了，三小排骨汤，羊小排。为什么希望家园早点回来？因为他外面怎么吃得到莲藕这些东西哦？我多希望孩子过正常的生活，不要老是跑医院拿一堆，然后你回家又吃那么多药，对不对？你任何一个妈妈都不希望他过这样生活。他也是唯一一个反对我接受西医治疗的人。在17岁发病时，使得我必须接受安置，和他分开。我虽然时常得为自己的医疗权奋斗，但我也理解妈妈，因为我的爸爸也是因为癌症而过世。妈妈一直认为，爸爸的离开与在西医治疗有密切相关。12到15 AACC， 所以如果说没有后面这的话 can do 没有问题哦，所以这是什么？没有后面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，什么是 can not do without？ 你12月15我回到了学校。回到学校的第一天，我意外的遇到了一只蝴蝶，他甚至还飞到我身上停了一会儿。而不知道为何，他让我想起了病房天花板上的那只蝴蝶。还蛮好看其实我在想，我毕业纪念册上面其实除了这三天有拍的，可能其他的照片就比较少了，因为他们出去玩我都没有跟到。反而是我在我那一届的画面可能比较多，但我通常都比较没有在意镜头，所以我可能都不在镜头里面也是有可能。
然后问厂镜头里面消失，我都找不到我在哪里，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存在感太低了。今天是2023年的12月8号，距离学测还有43天。回学校没几天，我会因为突然发高烧又再次住院。今天是12月17号，堵了一整天的松想出来散散步。准备去拿晚餐。多得要命的电梯按钮，用全白的睡衣，就平常出来运动的时候就会走动几步，然后跳这样子，然后再看自己可以跳多高。这一条走廊或是旁边有一条一样的床的，这边可以跳。其实有时候怕被护理师看到被念，所以我也只敢在这边跳了。化疗所影响的落法越来越严重，无论是在床边或是地上。只要我碰一下我的头，就会掉一撮头发。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头发塑造成一些比较有趣的形状，只要这样就可以让我暂时不用再烦恼我的头发的问题。那个，我们今天收到消息，那个卡替过了哦，所以应该下礼拜我们就会帮你把血送出去。好啦，理论上是4到5个礼拜学会回来，所以回来的日子应该差不多1月初左右会回来。所以输完之后，你就要住院，大概至少了。目前为止，大概会至少会看一个礼拜吧，看你有没有发烧啊，然后我们会测你那些神经血的反应啊。例如说我喜欢，那我比较简单写得出来，喜欢比较难，就可能就写不出来了，或者就变得比较潦草。免疫风暴应该只有那段时间会有。免疫风暴会比较快结束，大概通常1到1个礼拜多就会结束。但是我讲的神经学症算有些人会拖到1个月。我是比较怕治疗过后变笨。只要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是不会的。真的。基本上这个做了之后，如果成功，应该是可以完全根治了。只能讲说有机会根治，有机会，但是也不是100%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目前为止，国外长期就是CAR-T到现在做到现在，大概差不多50%啦。有人就是做完CAR-T之后，有50%的人真的看起来在我们长期追踪起来叫做好，但是还是有50%的人可能会复发，所以不是100%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增加一个。我们手上的武器可以帮你治疗。
有点紧张。其实我一直以为做卡T的注意力会很高，但今天听完医生的说法之后，就好像又多了一个关卡需要面对。但是至少医生说我的身体恢复的还不错，跨年前我可以准备出院，去好好准备接下来要面对的学测。好，这样可以。没有没有。接了，我找到了。什么？我在这边。全开。亮亮一点。亮。帅。需要戴墨镜。我的肉蛋我已经长得很像雄鸡雄鸡。啊？我是缺一个闪光灯。我今天还带了我的护身符。这是什么？它这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叫做神之眼的东西，反正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，然后它可以。往右。今天的学测作文题目呢，我还蛮有感觉，那叫做人生的缝隙。那他是先给你一个题干，说树木需要间隙为题，然后要你去阐述人生是否需要缝隙。我就写了很多我过往的经验，尤其是我想到我这两年多来抗癌的经验，就觉得好像这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缝隙。透过和喜爱奋斗的过程，也让我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去感受生命。我觉得虽然过程吃了不少苦，但是这也让我更加珍惜我身边的一切。然后再数值中一次，对，然后一次发两个，所以你要一次放两个，不要放，因为我抽你啊，你羊比较多，没错。你看我什么资源偷我的没什么用嘛，对不对？我什么资源都没有。建造阶段，这位是我两位最好的朋友，他们现在一个已经念大二，一个念大三了。他们这次趁我考完学测，就特别回来陪我。啊，这位是翔宇，他从小就跟我算蛮要好的。啊，另外一位，因为我都叫他杨桃，然后我们是小时候就很常一起骑自行车。的好朋友，但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希望可以骑自行车环岛。你那时候滚岛，你还记得那时候前一天晚上还是前两天晚上，我们还在玩那个线上游戏。就我们那时候有段时间我们一直玩线上游戏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晚上，然后为什么这人怎么突然就没上线？然后大概再隔一天之后，然后就跟我说我在医院，然后说就超级突然的。那跟你讲差很多，差很多吗？你说哪方面？整个人，我觉得其实差不多，可能是跟我们相处之间的，
我就差很多，我就差很多。等下今天认不出我，我今天认不出来，真的假的？他今天来之后，我就看他，然后他看我。哦，不过你们因为五年没见了，对啊，可是我留了换边啊，有可能，以前都是左边，现在换右边，不对，以前都是右边，现在换左边。那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？最大的差异，还是一样帅。你觉得好？我觉得吃饭超假的，没有，我觉得他说的很真诚，我觉得蛮真诚的，他说蛮真诚的，可是他这里说出来就怪怪的，为什么？怪是怪，怪是他的问题，怪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？他真诚还是真诚？但真诚是真诚，对啊。是你们之前是有环岛的约定？没有啊，只是有啊，靠腰有吗？跟你说以后要环岛，我已经忘记这个梦想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打算找你。脚踏车有点困难，对我也是说，等我毕业再说有点困难。然后因为我看你好像都在忙，你要没时间运动，我觉得找你来你可能肌肉方面先突出来。没有，因为我画眼闭了。啊，确实，他那个自身难保。然后我自身难保，我在疯狂补学分。来吧，七，交给你了，七，一二三四，爬山了，七，很危险，七，谈判，七，爬山岛的魔咒，七。今天是我20岁的生日，那这一天我想要完成一个一直很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去海生馆一趟。一大片玻璃上面后面的蔚蓝色的世界，我要拍多利，多利要跑多利。多利还是布朗尼？哇，好大只哦！嗯，里卡蒂治疗已经剩不到一周。我时常会想，死亡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？好像是睡着吗？可是又好像没有在做梦，感觉死亡是无止境的睡觉，一片虚无的感觉，也没有时间的概念。但是死的时候还会在意时间吗？如果我的灵魂跟意识都不存在，会是什么感觉？还是其实我什么感觉都不会有？听讲。原来大家许愿许什么？许自己卡梯成功。祝生日快乐！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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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我就让愿望集中在一个，那样比较好实现。我就感觉分散的话比较不容易实现。好，来，好，就那就直接吹。今天是2月18，那我今天住院，这次住院是为了，要做，终于可以做的 CAR T， 这个是护理师刚刚帮我放手针的时候，顺便画了一只猫猫，真的很可爱。来了，有一
赚脚的也可以啦，可是三十岁顶不了了。九点，我可以查成绩了。不是八点就发了吗？我儿子都已经收到了，哦、收到，可是没有，但是没有那个什么标了，所以九点才公布标。没有，没有，就等公布。然后看你昨天有写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小段。对，那你之后再帮我重复写。反正觉得写这个都蛮羞耻。不会，还有写比你更羞耻。昨天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再盖个头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嗯。小袋。你在说？对啊。你已经到位到了。我说看，你有看到吗？那个。这个。这个。快说、啊。我听过，玉米浓汤，大家每个小朋友的感觉不一样。玉米浓汤的味道我有听过，我是觉得很像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什么甘蔗汁。我小时候我们去糖厂吃什么青冰，什么香蕉冰的味道。第一袋输完了，我们现在用生理食盐水进去冲一冲，洗一洗，希望里面管壁啊、管子里面还有一些剩下的细胞都可以把它冲进去。物尽其用。对，那么贵，一定要全部每一颗细胞都要跑进去。两亿颗800万，一颗多少钱？觉得有没有力气啊？或是写字怪怪的啊？或是讲话不太清楚啊？这些就是要跟我们反映，好吧？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个大概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回去病房。嗯。哇，这一大片呢，这颜色很神奇耶。我觉得这算是我这趟旅程的毕业考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，所以我还没有放弃。我认为也是因为我没有放弃，才能让我遇到这么多不同的队友，一直帮我面对病情，我也很感谢他们。我是吴家元，这是我的故事。